怎么了？要先洗澡吗？不是，让我先点红酒。 等一下，你是故意勾引张逸翔要来报复我的，做到龌龊无耻。 谁能跟你们家比？利用老师的身份勾引学生，你不愧是你爸的女儿。我更正，你更像你妈。 他看到你爸把我带回家的时候，你不要怎么？跟你现在这个样子一模一样。不是这样，陈梦雨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好了。啊？干嘛？讨好一下我的主人喽。啊？哎，放开我！哎。这件也行，这件呢？答应我的补偿呢？你不是说不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吗？补偿是今天，活动是明天，又不冲突。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能去啊！我之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 我去参加这个活动是为了积累资源，而且为了舞蹈工作室以后往高端做铺垫。我之前让你陪我去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时间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要去也行，穿这个，这个好看。阿典，你知道什么最好看吗？什么最好看？ 不穿，那什么时候不穿衣服呢？就现在。那我今天晚上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 想陪你走得更远呢。好。我一定会用结婚的戒指去换这一颗的。好，我等你。 身边 ，love， 是